主料：鸡翅七只，辅料：大蒜、老抽一勺，生抽三勺，料酒二勺，五香粉、冰糖、生姜片，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冷冻鸡翅泡水中化冻，洗净，多换几次水冲洗。锅中放少许油爆香蒜片、姜片，加入水煮开，加入料酒，放入鸡翅煮15分钟，取出煮好的鸡翅，控干水分。锅中放一勺油，油热后放入鸡翅略炒，然后加入老抽、生抽、料酒、五香粉、冰糖发炒4到5分钟，直至水分炒干。烹饪技巧：鸡翅炒好后放置10余分钟后再吃，味道才更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